扁鹊博士给我们带来了能抵御魔种的药水。好，我干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扁鹊，给老娘滚出来！你们都怎么了？难道都吃坏肚子了？扁鹊，你太过分了，竟然这样祸害我的队友。祸害？难道这不是对抗魔种的药水吗？你被扁鹊骗了，交出药水或者项上人头，你选一个吧。哼。